曙光。这里到处都是 POA 的仿生人。原来宇宙是靠这个机器在供电，那么只有几十年了吧？那好像是台升降机。升降机，
耗下去了。
我是 PUA 的学妹，等你很久。想要曙光，就把木盒交给你。什么？还给我！你和你的父亲一样固执。我爸爸在哪儿？把木盒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现在，把曙光还给我！是 PUA 的私产，你的父亲不应该偷走的。我爸到底在哪儿？小姑娘，没有人可以和 PUA 对抗。把曙光还给我！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，把曙光还给我！走，地下的路断了。
他一族人质，他耽搁几天，曙光先回去了。
信心。Thank you.
草。